那说到艺人，其实 XO 组合马上也要来我们这边做客啊。是，他们真的很亲和，很有礼貌。但是呢，往往就是有一些这个艺人的经纪人啊，对粉丝态度比较恶劣。去年 XO 经纪人殴打粉丝被曝光，当时韩国 SM 公司呢曾经是公开道歉，但是时隔不到一年 ，SM 公司经纪人粗暴对待粉丝的丑闻就再一次被曝光了。来看一下。近日，一组 XO 粉丝遭韩国 SM 公司经纪人殴打掌掴的图片在微博疯传。瞧瞧 XO 经纪人想和偶像握手，揍你；想要签名，揍你；想拍照分享给更多饭，打爆你眼镜。敢埋怨一句，那就不让偶像出场，除非你们下跪。在该微博网友发出的六张图片中 ，XO 经纪人对待粉丝极为粗暴野蛮，令人发指。其中热情的粉丝在想和偶像握手、拍照、签名等，都会遭到经纪人的掌掴甚至殴打，更有让粉丝集体下跪才能见到偶像的惊人场面。微博一出，网友纷纷予以谴责，引来万次转发。但是坚持维护 XO 的粉丝也不占少数，更有甚者开始威胁博主。诚然，即使图片中不全是 XO 组合的经纪人，但韩国 SM 公司屡次发生此类事件，的确在对经纪人的管理上存在很大的疏漏。粉丝对艺人的喜爱和袒护可以理解，但理性追星、维护自身利益更重要。娱乐圈追星要理性综合报道。